报告院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第十七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农产品制造费用、服务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编列1亿8928万元，近来环保意识抬头，提倡节能减碳，勿浪费地球资源，为台糖农产品制造费用、服务费用、材料及用品费较103年决算数大幅增加许多，何有未当未整洁公帑，原提案予以减列6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取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建议国民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现在处理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17条。第17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陈委员明文声明，对今天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国民党建议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苏委员自分声明，对今天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18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其他产品制造费用、服务费用编列6569万2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3308万7000元增加3260万5000元，增幅达95%，未准结支出，原提案删减15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照案通过。第19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各产品制造费用、服务费用之水电费、油电费、旅运费编列4亿1398万5000元。近年因政府发起节能减碳运动，盼由公部门带头示范，带动民间共同节能减碳的风气，为台糖各产品制造费用、服务费用之水电费、油电费、旅运费仍较103年决算数增加许多，何有未当，为准结公帑，原提案予以减列4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8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陈委员欧博声明，对晚上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黄委员毕玲声明，对晚上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高志鹏委员，高委员志鹏声明，对晚上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现国民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19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陈委员明文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党团意见一致，与民进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20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修造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编列710万5千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128万2千元增加582万元，未准结支出，原提案删减3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建议本案采取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9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继续处理第20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2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撤回，不再处理。第22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服务费用，服务费用旅运费编列6251万6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5366万7000元增加884万9000元，为准结支出，原提案删减5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依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要求本案采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9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22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陈委员曼丽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邱委员志伟、王委员龙章声明，对晚上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23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105年经济部主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附属单位预算与服务费用明细表加油站服务费用编列2015万元，为查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油品部门销售常年亏损，由鉴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油品事业部发油量逐年减少，部分加油站又处于长期亏损情形，显见其加油站竞争力不足，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油品事业部成本控制鲜有失当，应确实检讨其油品事业部之经营能力与发展困境，提出油品事业部长期发展绩效评估与检讨应应方案。另外，有关加油站经营部分，应考量推动节能及环保政策、经营绩效等，提升经营绩效，以因应油品自由化之竞争力。原此，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附属单位预算与服务费用明细表加油站服务费用项下，即编列新台币2015万元，建议冻结30%。四、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检讨改进前阶问题，并于2个月内向本院提出专案检讨报告后，使得动之，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
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8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读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8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23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8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8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24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预算行销费用、服务费用编列17亿495万5千元，相较于2014年度预算数16亿7509万5千元，增加2986万元，为准结支出，原提案删减15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0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开始处理第24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8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25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依中国商标局所揭示台糖公司注册商标注册情形，台糖公司已完成台糖、台糖施梦思 （Smooth）、台糖施梦思等商标登记，为该公司颇负盛名之施丹雅兰 （Stanley） 用于化妆品、保养品商标，却被有心人士抢注在先，且该等注册人申请施丹雅兰 （Stanley） 商标用于各类化妆品类及花精香料类，嫌隙恶性抢注，对于日后台糖公司外销该商标产品相当不利。且消费者恐有混淆或误认之余，亦显示台糖公司对于中国相关法令掌握不足，未能事先警觉商标注册之重要性。为维护台糖公司权益，原提案冻结行销费用1/2，待台糖公司就日后商标维护研拟相关有效对策，并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要求本案采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6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二十五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2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于预算编列行销费用768万1000元，经查，台糖公司为确保产品可外销大陆，自1994年起陆续向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称中国商标局）办理商标登记。依中国商标局所揭示台糖公司商标注册情形，台糖公司已完成台糖、台糖诗梦思 （Smooth）、台糖诗梦思等商标登记，为该公司颇负盛名之诗丹雅兰 （Stanland） 用于化妆品、保养品。商标却被有心人士抢注在先，且该等注册人申请诗丹雅兰 （Stanland） 商标用于各类化妆品类及花精香料类，嫌弃恶性抢注，对日后台糖公司外销该商标产品相当不利，消费者可能有混淆与或误认之余。综上，建议酌予冻结1/2，是台糖公司尽速循相关法律途径取回原本应有的商标，或洽请经济部智慧局提供相关协助，并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使得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建议本案采取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6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26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6人，反对50人，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二十七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经济部主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拓展市场，于本年度于大陆设立公司，以办理保健食品、美容保养品等产品注册申请其销售事宜，于105年度预算编列行销费用768万1000元，为部分产品商标已被他人抢先注册，显见该公司对相关法令掌握不足。原提案冻结20%，待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是否有当，请公决。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一。有一，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取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8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林委员长左声明，对晚上的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我们现在处理第27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8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28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105年度台糖股份有限公司预算管理费用共计编列22亿7822万7000元，较103年度决算增列了1亿7309万4000元，为105年度预算销售收入较前两年之预算数与决算数皆低，管理费用却连年上升，实有未当，原提案减列新台币1亿元。宣读完毕。请院会有一。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就先嘛哈。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采取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本案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开始处理28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7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29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管理费用、服务费用编列3亿1711万8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2亿4567万7000元，增加7144万1000元，为准结支出，原提案删减25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取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5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第29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三十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案。首先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浙农合作社成立于1955年，由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捐助成立，目的是保证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蔗来源，并将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肥料及其他副产品转售给农民。目前合作社土地资产出估至少10多亿元，为该社近年来出现大量幽灵会员。据媒体报道，该合作社预谋以改选理事方式推翻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导权，处分合作社资产，恐重演糖协将公产变私产情势。经济部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此问题却态度消极，原提案105年度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费用项下董理监事报酬212万6000元及专业服务费项下法律事务费1183万9000元及研究发展费用之专业服务费1021万7000元各减列50%，并请经济部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05年9月30日前提出具体改善相关单位人头会员及浙农合作社案之专案报告。接着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有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原提案105年度该公司管理费用项下董理监事报酬212万6000元及专业服务费1183万9000元及研究发展之专业服务费1021万7000元各减列50%，并请经济部与台糖公司于105年9月30日前提出具体改善相关单位人头会员及浙农合作社案之专案报告案议案。建议修正提案文字为：原请经济部与台糖公司于105年9月30日前提出具体改善相关单位人头会员及浙农合作社案之专案报告案。宣读完毕。我们一样先处理国民党建议本案采取点名表决处理。我们先来表决这个点名表决了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7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第30案，表决顺序为一，国民党党团提案二，民进党党团提案，依序表决，如其中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先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7人，反对54人，弃权0人。本案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提案，赞成民进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52人，反对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照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通过。第31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糖公司105年度于预算编列研究发展费用项目2亿2227万8000元，包含研究计划及试验费用4231万3000元，及台糖研究所于各事业研发费用1亿7996万5000元，预计办理33项研究计划及4项委托研究或共同研究计划。经查一审计，台糖公司105年度编列研究发展费用逾2亿余元，为多项计划连年编列均未执行，显示该公司未核实编列预算和有欠妥研究等6项计划计7073万元，为历年皆未执行。台糖公司虽表示前开计划经费系因应未来突发状况而编列，恐有排挤其他研究计划经费，不利相关业务推动。综上，建议酌予删减1/2。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采取点名表决，我们先处理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7人，反对53人，弃权0人。本案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司委员一方声明，对晚上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现在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6人，反对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31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31道，好啊，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5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本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票数拍伫遐啦，我嘛写晒对啦。啊，是惊，但是惊话人目睭看无啥有诶无，老诶则看无啥有，但伤远。你两个讲清楚会使。我无问题啦，我看甲真清楚。被抢了，哎呀，哎，意思是讲。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6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报告院会，我们休息10分钟，现在休息。